至于啊，这一个表单怎么做的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类似的，应该都会有吧？因为像你只要希望取得别人相关问卷也好啦，就是问卷蛮好的，或者说你要统计说大家想，比如班游啦，或者是说等等的相关的，你要统计收集到别人的相关资讯的话，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那这个怎么做的？第一个啊。当然，你一定要先知道说云端硬碟，OK 哈，云端硬碟的话呢，它的位置是在我们 Google 里面的这个云端硬碟，手机上也有了哈。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你要建立那个，所以你要先进入这个云端。第二个的话呢，在云端硬碟里面哈，它有新增里面的话呢，就有所谓的表单，就这个啊。所以如果你们要建表单的话，很简单。那表单基本上其实。量力而为啦。如果你的表单做得越，怎么讲，功能越多的话，当然相对我会给你比较高的分数。那越简单我就给你越简单的分数，不是，也就是基本分数的意思啦。然后呢，里面大概有哪一些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是标题嘛。那基本上呢，我假设我把它也是切换到那个编辑模式哈。这个编辑模式的话，就类似像这样，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我是先加上主标题，有没有？像这个原来没有标题，我就把这个标题，也许啦，我可以先在别的地方打完贴过来，可以。这边有一个主标题，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第二个是副标题，那这个副标题最好就是一个说明，到底这个你这个问题到底要问什么内容大概就是一个陈述。那再来的话，你旁边有个加号，加号的话就新增问题，比如说你要新增什么样的问题，你就可以再新增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再往下加，那基本上呢，它提供哪一种类型的？那我理论上，我刚刚提供给各位的那个问题里面其实用的这个问题的项目非常少，只有选择题，这个是单选，这个是复选，还有呢，还有简答啦。其实我只有用这三个而已，其他我都没有用。但是呢，它其实还有什么档案上传，甚至还可以传档案，甚至还可以什么日，这个我也没用过，时间我也没用过。还有核选方块，这个我其实基本上几乎都没有用过了，只有用到比较上面的功能，但我就觉得足够了啦。啊，所以如果你假设了，假如你希望呢，能够可以把这个问卷做得更精彩一点的话，也可以试试看下面的功能。那另外的话呢，它还可以加入什么？加入这个图档，比如说你要让人家看到问卷，就是看到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看个图，看完图之后再回答。你可以加图，甚至它还可以加影片呢。OK，这些有更多的功能，所以呢，你就把这个功能稍微把它做完之后的话呢，那就完成这个表单了。至于这个表单里面的题目怎么去设计那我想请各位就自行再找一个题目吧。我本来是我因为我之前的给过，因为中文系嘛，中语系嘛所以我会希望说可不可以跟文学有关。后来发现大部分同学说。是我实在想不到什么问题跟中文系有关的题目，实在太难了，总不可能说，问人家李白相关的问题，问杜甫啦，等等的，人家可能觉得，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啦，那所以呢，后来我说，好吧，没关系啦，反正主要是针对你比较有兴趣，想要从别人那边得到一些看法的话，比如说你最近谈恋爱了，那你希望说取得别人对于谈恋爱的相关的观点有没有？那你可以比如说不一定谈恋爱，或者是金钱观比如说要怎么样花费，诸如此类的，你可以有一些列举，然后呢，从别人那边呢看到大家是怎么样在处理费用上面的问题都可以的或者是念书，或者是说等等的相关的那你就是先构思一下几个问题。但问题也不要太多了，我是觉得10个以内，但至少也不要太少，5个以上，OK，这样是比较合理。不然问题，像我之前做过问卷问题好像至少超过20个，天哪，我做半天做到最后实在是不想做了，我想要把它放弃，所以最好是那个问题，而且是题目尽量是精心设计的，不要说让人家看不懂那个到底题目是要问什么，要回答什么然后尽量就是很单纯的单选、复选跟简答就好了也不要用段落，段落是详答，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拿来当考试系统
对哈，比如最就是把它改变一下，就改考卷嘛。那你们变成说可以线上作答，哦，作答完之后，那我传到我这边之后，马上可以做一个评分。其实也可以用程式自动评分，得到一个答，就是最后的一个分评分的分数了哈，都是办得到的。哦，那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设计利用 Google 表单，哦，设计一个问卷。哦，OK。应该没问题吧，哦，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当然如果有同学说老师我不一定用 Google 表单，我可以用其他的系统，其实也有别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还有别的你可以跟我讲，这个可以有弹性的，哦，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做完之后的话呢，当然你如何让别人看到这个问卷呢，特别注意我的习惯是看上面的眼睛，这个眼睛的话就预览，有没有，我习惯就做完了然后就把它预览一下。这个预览，哦，实际上就是你要传给别人的连接就是在这里，他会跳另外一个页面之后，那上面这个连接就是我们要缩短的网址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网址再复制贴到那个区区的那个网址里面，哦，这边 shorten 然后把它缩短。那我是建议，哦，最好这个 shorten，哦，最好是有那个，不要说用它乱数产生的，最好是我的习惯这个，最好是你那个想一个名称是比较有意义的，这样大家比较好记。好像我这边有 crowd to app phone 嘛，那如果将来呢我们上课的档案部分，哦，我会放云端，那就是 crowd to app 就好了，后面少一个 phone， 就我已经固定了。 OK 好，那另外的话呢 my link 这边有个 my， 我有，因为我有登录到他的账号，所以这个账号呢，哦，里面的话呢就是会有我历来的相关的连接，比如说 my links 这边就有，有没有，因为我可以做记录。我是建议的，哦，最好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然后以后的话就管理你的连接。另外有个好处就是说，哦，后面呢我蛮喜欢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点击次数，也就是说，哦，嘿，你这个连接出去那到底被点击几次，他会帮你记得，哦，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好用。你会发现有些连结，哦，像我一些课程，哦，哇，那个连结都1000多次了，哦，而且甚至，哦，他这个可以在做什么 more 有没有， more 里面还可以做，如果你这个连结，哦，假如换个地方了你可以再修改，他有个什么 edit 对吗，可以修改，哦，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好的，甚至你可以把它删除掉都没关系，哦。那再来就是最后，所以最后，哦，你这个问卷，啊，问卷当然不用买，不是今天一定要忙，因为你还要再把这个问卷，哦，请别人帮你填写，所以你可以让，欸，要是有电脑的你就给他短网址，要是呢他没有电脑你就马上抓住他，你把 QR code 给他扫一下，说，欸，你帮我做一个问卷，你没有做完不能走，对，我要看着你填，哦，OK， 保证有。那也就是说你填问卷的越多越好，哦，你不要说填个小猫2-3只，这样做出来结果其实没什么意义，哦，你就多找几个，最好能够20个以上吧，哦，找个同学，哎，帮我填一下，扫一下 QR code， 对， 我想知道，哦，相关的讯息，或者匿名的都也没关系，你不一定要留他的名字，没关系，你就是最后给我一个结果。我刚刚讲，哦，爱情、金钱，就是金钱观啊，或者是说念书，或者对未来啦，哦，或者家庭啊等等的，其实都可以，哦，那主要就是学会如何应用。那也就是说你最后教给我的东西，哦，就是你的什么，你的第一个你的短网址，第二个你的 QR code， 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的问卷结果。那我怎么知道问卷结果，很简单，你就到你的这个页面呢，它会有个答复，答复的话呢请你，哦，把这个答复的结果照相，因为 我没办法看到，所以你要把它用照相软体，有没有，把这个结果照相，然后放在 Word 啦，放在哪里都可以，像这个有没有，哎，有没有，这个就可以照一张相。 OK， 哎，你的选课动机，那我想知道，哦，到底你为什么来坐在这个教室里面，难道是因为这边冷气比较凉快吗，这冷气好冷，哦，对，好冷啊，第一个呢，第一名就是对未来有帮助了，哦，就业真，希望我是真的可以给你们一些东西，因为系上真的也除了我这个课之外，好像其他课程就比较偏重是陶冶人文素养部分的。OK，
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第二名是什么？因为，这也不意外了哈，单纯只是想要取得学分哦，也没有关系，哎，你就从如实回答，OK。 第三个，因为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多一些技能，然后取一些证照，哦，也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想了解文学的实用化。我刚刚一直强调，其实我也不断在思考，到底呢，哈，我们读了这些东西如何消化，如何把它再用别的方式诠释出来，哦。然后，哎，这个也蛮多的，哇，感动，哦。<笑>那还有底下的什么？因为什么？是吗？重修不知道为什么。好了，没关系，这也是一个选项哦。那它底下一个什么？学校规定哦。哎，对，我现在应该可以把它列进来，因为学校必修规定，你们一定要必选修两门。所以好像你们真的玩也没办法逃离我的那个。没有，逃离我的爱心，是不是哦？我的关爱了，好不好哦？ 我应该没有这么坏吧，魔掌。哦，OK，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呢，最多人是那个 App 的应用实例，哎，这个也蛮好，因为 App 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已经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我是常常在用一些 App 啦，哈。不过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没有很复杂。 所以可能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部分，但是不会花太多时间。我觉得最好是你自己可以设计一个 app， 我觉得是比较亮点吧。因为会用 app 应该是不是什么值得说的吧？好，我用 app， 哎，好像我会用电脑一样嘛，谁不会啊？对不对？哈，那我会写程式哦，那不，我会设计 app， 那甚至你可以把你的 app 秀给别人看，甚至。 给别人安装到他的手机里面，那会是一个亮点哈。那有没有为自己的就业做准备？哎，有的话蛮多的 ，OK， 所以大部分同学都有 ，OK 哈。那其次的话不知道不急，也24%。好，那这些的话，资讯科技啊，结合 App 推广，哎，好，这个，那多找外系课程的老师来授课，嗯。 这个导师好，量产小说家，什么量产？好 ，OK， 大家还有什么？都像是写一些专案，是有等等的企业，每个人配置一台 Chromebook， 可是问题重点不是硬体啊，应该是软体跟你脑袋里面的东西吧，好。 好，然后再来的话，其中的话呢，哈，希望大部分还是缴交书面报告。期末的话，最多人还是希望缴交报告，都是缴交报告。啊，没有人想要上台报告，我倒是比较想要你们做这件事情。哦，可是历来奇怪，大家都为什么都不喜欢上台报告？跟其他的学校不太一样，其他学校蛮多是很想要上台报告的。 哎，还是因为大家被什么因素影响吗？是吧？太恐怖了吗？好，其实上台报告还蛮愉快的啊。好，OK， 好，那画面我先还给各位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那待会我会再陈述一下这门课到底要上哪些内容哦。